好，欢迎收看我们365最新栏目折扣好介绍，我是主持人 Victoria。 在我们的节目里，我将会为大家献上最新最劲爆的折扣信息。如果你也不想错过这些折扣信息，那么请留意我们每周准时更新的折扣好介绍。好的，现在来让我们看一下本周有哪些折扣我们不容错过。又有免费换取礼品的优惠了，由即日起到10月19日，只要凭此优惠券到 Shoppers Drug Mart， 您就可以免费得到 Clients Sample 三件试用装。现在 Tim Hortons 有 Mocha 和 French Vanilla 的优惠，一杯小杯的只需1元加税，喜欢喝 Tim Hortons 的朋友请不要错过。有想过注入全用冰皂的皇宫吗？现在只要339元，就可2日1夜入住于 Quebec City 北部的 Hotel de Glace。详情请到以下网站查询。又是时候为小朋友添置新衣新物的时候了，由即日起到10月14日，只要您使用我们所提供的优惠代码到 The Children's Play 购物满60元，就可享全单7折的优惠。现在到 Golf Town 购买一套原价780元的 TaylorMade Burner Driver and Fairway Package， 只需225元，购买100元以上还免运费。又是时候为 Halloween 做准备了，由即日起到31日，只需用我们所提供的优惠代码到 Spring Halloween 购物，即可享单品8折的优惠。大家都知道 Aldo 的鞋子很好穿，现在 Aldo 又推出新优惠，所有减价货品再打7折，详情请到以下网站查询。好的，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喜欢本期节目的内容，谢谢。